十二的那么疼，是你怎么听不听？最后一次封印，如果破了，看你怎么办？土豪布布，毕竟我也没办法呀。嗯，为了你好，你现在要时刻待在我身边。哦，前面那么多次封印都被我设计弄破，现在多个老头就以为有用，继续去找小胖子好了。小胖子在下吗？嗯，怎么又是你？如果是推销你的神器就算了，花了那么多钱，每次关键时刻就变弟弟。这个不怪我，毕竟没有什么神器是十全十美的。为了补偿你，我这次是来告诉你黄毛丫头的缺点。说来听听，如果也用大概有伤。其实黄毛丫头经过这几次爆发后，已经把体内的能量都用光了。他现在就是个普通人。原来他不是个普通人，难怪我说为什么每次到关键时刻他总有办法。那我得趁他能力还没恢复前多欺负他几次。小乞丐，听说你能量用光了，今天看我怎么教训你。你别气了，老爷要帮你教训他。老头，你想干嘛？这附近可是有摄像头，想碰瓷就找这地方了。有你！哇，想不到这老头这么厉害，还要先用小胖子试验一下，接下来就得另寻方法了。小伙子，你还有什么方法也让我这个老头见识见识？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哼，我们都听到了，想不到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。知道了又怎样？我可是有大炸弹保命，你们敢动我吗？虚张声势，我小某人六岁就不用了。啊哒哒哒哒！黄毛丫头是你逼我的。都怪黄毛丫头害我浪费一个底牌。你这炸弹真厉害，我们差点就狗蛋了。你们怎么没被炸成灰啊？难道你们也有美国队长的盾？关键时刻我使出303的力量，刚好303的力量被这场爆炸消耗完。以后我小某人再也不会变成那样了。皮皮，你真是个好人啊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当时只是想做个坏人啊。